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24个瘦瘦。希望这意思是说，因为我觉得今年有让大家看到更多不一样的我，希望明年也可以让大家就是看到更多不一样的我。变48个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是不是？对。然后我觉得在球场上，就是有越多的感动，就会有多难过。就像最后一天的时候，在总冠军赛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，但是我在趴在栏杆上大哭了一场。对，然后。对，反正真的很希望明年一定要得总冠军，明年就是我的第三年了。然后之后我们现在在准备一个节目叫炸裂吧女孩，希望大家之后都可以多多支持，谢谢大家，支持起来，支持起来。然后我们女孩真的越来越就是多元化的发展，多才多艺，然后往向外界发展。对，没错。然后包含陈毅也加入了异想天开的行列，对不对？加入了，然后跟了十元，接下来就可以跟宇轩啊、林轩啊他们这样子同场较劲一下，同场较劲一下。好，然后可希望他们大家都可以支持一下，然后追踪起来。然后像我们菲菲啊，也会有自己的 YT Vlog 在跟大家分享。哎，有拍 Vlog 的请举手。Vlog 有在拍的举手一下。Only One 是不是？哦，现场的啦，现场只有对。那你们蛮简单的，就追踪一位就好。现场拿出手机，马上我来订阅起来。YT 订阅一下，因为每个女孩应该 IG 都已经追踪起来 ，YT 把它订阅起来。